吃早餐喽。发票里面又有一个，蛮好的。早餐实在太累了哈，吃完早餐再去县城厅看看吧。就这样，这样子啦。吃早餐了，简简单单，然后还有个buffet吧，这样喽。好可爱的小人物吧，他跟这个绿杯子，这么小一只，刚刚在 seven 买的。要回家了，这个鱼实在是太划算了，陪伴着两天呢，就留在这儿，实在是带不走了，就这样啦，退房啦。这间 hotel 很棒哦，开心，要去下一站。哎，那个冷冻车都是那个酷 7-11， 那是吧？不然叫黑猫吧。太阳强大到眼睛都快打不开，真！我要去那边看看。据说是，他是到9月20吧，他生日的时候。天，我到了，9月18号。嘿嘿，这个我有去，这个我也有去。哈，哇！点了一个抹茶，我也他那个。葡萄口味，2点才有，就这样吧。啊，来不及啊！什么？这个很好哎，但是我没有买到。我尽力了，超远的，对不对？记得当年呢，在这里排了不要不要了，这次只有读卖新闻有，我买了，很棒。哎呀，真是怀念那样子，天气这么好。这样，冲绳之旅，我要去机场了，拜拜。最高楼，要回家了，Go。